耶、yeah, 啊！这一台阿皮斯，我们回来其实放很久了。这个比较简单，这个我会在可能铁丝稍微再喷一下就好了，把它弄黑，这个弄黑的就好了。其实还行的，这是正常使用痕迹啦，有没有？哎、欸，那上车油还蛮出新的，应该看就碎了吧？嗯，油底壳在吧？对啊，这个是油底壳。那、啊、这个如果要处理要怎么处理？这个之前有换过垫片了，换垫片还蛮新的。有的地方是锁紧，有的地方是松的。那个结扎不锁完的，有的地方压比较紧，有的地方比较松。这只有垫片而已。磨了，基本上好。这台车前面漏油，前面漏油，然后外观不美，就这样。啊，这个车我们就是很简单，我们就现况交车啦。啊，外表就是啊，我就觉得做公益嘛，就是回去就是先开就好了，就像那个手牌都是有一样，他回去他什么都不要，他就是练习就好了。他只要他老婆会开，这个钱他就觉得值。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风气方向盘金爸爸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耶、yeah, ！大家好，我是柯宾，今天已经签完约了啊，有个小插曲啦。第一个得标的他有来看过车啊，个人的因素啦，后来他就决定没有买。哦，以第二个一个大姐、啊、看了喜欢，因为他回去就是可以开啊，他女儿也刚考完驾照，他回去刚好可以当练习的车。只是说这车好外表他就没有要做了，主要是轮胎他也要换掉，其他的他都倒是觉得 OK 啦啊。一些影片上的小小东西，我跟他讲说，那到时候我再弄一下。刚刚也是试完车回来了，刚刚我刚刚看一下雨刷。比较不行，等下雨刷再弄掉。好啊，自己我可能会帮他弄一下，可能就这个啦。上次我们说过了，这个稍微弄一下，别别用我放哦。对，我们顺便都弄一下啊。对，他说顺便要牌换掉了，到时候新牌就记得不要露出来。到时候他想换个车牌，他选自己的训练的号码，他是比较低调了，像你的车对不对？哦，泰山，哦，泰山见外气还可以用掉的。那再来就安排检查保养弄好，好就可以交车了。到时候再跟他约时间。啊，你看连飞机都来参与了，又来了又来了。哈。哎、欸，遥控机，哈、啊，真的飞机了，安排。Yeah, 好，终于有空可以弄它了。今天要开始处理那些了，材料都叫了，然后赶快把该换的东西都弄一弄。好，一样再看一下冷气什么之类都要帮巡一下、哦、全部都要巡，安全的东西不能开玩笑。给你拍喽。好，好，我去吃饭。去吧，去吧。好，阿珂都沟通好了，开始动工。非常的脏。咦、欸，这个不用拆啊？你看这边都没有漏啊。有没有？旁边都没有漏，后面也没有漏。你是不是之前有没有处理过、啊？处理过。下面是真的很湿的，后面没有漏，下面怎么会湿？这个可能要洗一洗，洗干净再看。因为不太确定是之前的还是现在的。因为鸟盖确定是真的没有漏，不是从鸟盖这边漏的。对啊，旁边这边也都没有漏啊，都干了，全都干了，干干净净，优秀，少做一样。
就有可能是之前处理完没有洗。对，那这样子等一下就可以肉有底壳嘞。嗯。刹车有特别要，就看需不需要换。不用，很厚，非常厚。后面也换没多久，看得出来。对啊，都很厚啊。现在我来看，加油管都没有了，是加油管。加油管没事就好了。为什么要特别看？因为通常加油管有一些泥土啊，什么会扒在上面，它有的时候会比较容易烂。啊，其实最主要是这一节有没有？啊，因为它有盖子，有的是没有盖子，镂空的。啊，有的是走铁管接橡胶管，因为漏汽油来讲算蛮危险的，所以后面都会比较特别检查，像刹车油管跟汽油管。啊，其他的基本上从外面都可以看得到。这个步速香油怎么可以漏得这么精彩？很少看到肉这么精彩的。先检查螺丝有没有锁紧。太难，螺丝是松的，很松，真的很松。你要不要锁锁看？真的，你可以试试看，一只手转就可以了。好，我来试试看。是不是？哎，你在手这边，哎，你就一颗一颗转，是不是松的？哎，对，松的。然后，对，你就转转看其他的。啊，这有的是紧的，有的是松的，对。那这松的。所以我们是要把它锁紧，还是怎样？算了啦，换一换啦，不然这样到时候又要再弄。我们不要跟他赌，每次跟车赌都输，我们还是甘愿一点好了。我们只要知道它是松的就好。这个真的是有点扯的漏法。真的是很好拆，很好拆呢。那电动的不用按太大力，對對對對，跟之前的都不一样。然后这个就比较紧。对，我第一次听到这么顺的声音，真的很顺呢。要下了，要下，要下，要下。如果是紧的打胶的，有没有？你要敲完四分之三圈，小心哦、喔。嗯。这个就是变速箱的滤芯。嗯，这里，嗯，脏东西，嗯，这就是变速箱的油泥，磁铁上面都是吸铁粉，嗯，很精彩，厚厚一层，都是铁粉。哦，这个就是过滤的。滤纸，嗯，有吗？上面都是。那块要换呢、啊？对，就换这整个新的在那边，你去拍。啊，这个呢，千万不能用洗的，因为这个洗不掉，越洗越脏啊。所以上面那一层那是铁屑。对啊，这个只能用擦的，擦给你看。你看哦，这边有一块还没用的，它正常呢是这个厚度。这是擦好的，小小一块哦、喔，小小一块，小小一块纸铁哦。我现在拿这一块还没擦的，你看它多厚，哇，超厚啊，对啊，你看，真多啊，好了，那就变小了，嗯，现在我们来洗油底壳了，先洗完再来敲这个垫片。然后，哇操，这个有变形，这个这边凸起来，这个点是凸起来的、哦，这个是平的，嗯，
只有这个点是凸的。嗯，对，对，要敲进去。没办法用敲的啦，这不能用敲的，这用敲的不会准。泰山，你去问一下阿哥吧，因为他这个点啊变形量太大，主要是这一边撞歪了，你有没有看到？哦，这边翘起来。对。对对。对啊。所以。这边也有一点。对啊，但是这一个是变形最大，这一边，因为它在转角，对吧、啊？它整个往上凸起来，啊，因为这个有点夸张啊，你要用手摸，这边整个是斜的、啊，我也快清完了，早知道不要清，可恶。好了，这样我们来换皮带吧，也刚好啦，让那个变速箱有地干净一点，因为实在太脏，希望顺利一点啊。心得就比较短一点点，有没有？没有被拉长，哇！你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换风扇吗？为什么风扇坏掉呢？通常都是这一颗马达坏掉、嗯，风扇马达坏掉，连、嗯、锁的马达有单独卖，但是总成跟马达比起来，总成比较便宜。所以单买马达会比较贵，单买马达比较贵，好神奇耶！所以大家都换总成件 ，Toyota 真的厉害。他现在不知道了，因为很久没有换这个。好了，好了，再来就把空气芯装一装，真的落的几率太大。你说有底壳吗？对啊，有底壳，那个变形量那么大、啊，你说一点点就算了，你用手摸是不是落差有一段？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空气方向盘，金爸爸。手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我们新的油底壳来了，磁铁我已经装上去了。早知道要换，我昨天就不用刷那么累。啊，所以为什么要换？啊，变形啊！哦，新的一定是平的，它变形的地方在这，你用手摸。那边。你摸不出来。这边边这里。有没有？哦，因为这边撞进去了。怕有风险，就干脆换一块装上去。现在要打胶，马上好。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先清洁一下表面。要先把变速箱滤网装回去。你看，滴到现在还在滴，从昨天滴到现在，是不是很厉害？我们来冲这个，不要浪费它滴的油。顺便当润滑。对，润滑一下。你看它的油脂在这。这里。对。它、啊、这就是冷车的上限下限，热车的下限上限。对啊，只是这个动作要快，因为它这边会一直滴。准备，这个很重要，一次有没有？有，这样就不会漏了。就先这样，等它干，我都会等久一点啊，我都等大概四个小时，然后等它干了，我们才可以加油。Later， 好了，我们浇干了，你看，浇干了，有吗？这样就可以加油了。加什么？好不好？加什么？加变速箱油。不然要加机油吗？阿来，还是你的变速箱要加机油？那我们来看加机油会不会跑，会不会坏掉？照理讲会坏掉吧。没有人这样试过、啊。你看，我们刚刚在下面看到的，有没有冷车、热车的上下线？所以我们插下去就到油底壳上面，先量看够不够，然后发动完，它一定会吃进去，跑到油道里面，然后发动完还要再量一次，不够再加。你看，我们现在加四罐，到这里对不对？那我们等一下发动量，发动就每个档位各十秒就可以了。
好，我们可以来量油了。你看，就到这了，上线了。嗯。然后热车之后会再跑上来，这样就可以了。啊，跑一跑还要再量一次，要确保一下。那就把下护板装一装，盖子先不用装，因为要洗车。太突然了，你看，本来跟他约十一点，他十点就跑来了。哎、欸，这次要跟小陈交代一下，抓水不把他加好，有喷墨水我加一个。我们最后标多少钱？五万块。像本来油体格本来想换一个垫片，结果后来把油体格换掉。啊，我跟他说一下，他、啊、这钱之前的讨论结果就是到时候就扣掉就好了。对啊，这样是双赢啊。虽然捐出去的钱少一点，可是最少大家负担会比较小一点，一块也是爱心。好了，到时候捐钱捐完就可以结束了，期待下一台。耶、yeah ！哦，刚下雨有点闷热了。都来阿姐啊，捐八分，成交金额是五万块嘛，好，扣掉那些材料费那些，最少都13000以上啊，13750，再加一个新车主，所以他捐的比较多一点，对对对，好，因为出不进嘛，好吧，我去抽号码牌，看会不会运气好又抽到认识我的那一个，那是个小姐哦，啊，对啊对啊对啊，好，我先去抽，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空气方向盘，金爸爸。手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好了，捐好了，先给财团法人孩子的书屋文教基金会。喜欢的记得帮我订阅、分享、开小铃铛，我才可以做越多越多更多的公益车。反正就有工具车，注意下一台就出现了。拜拜拜拜，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